家好，我是梁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冕。哎，他们就都开始唱歌了、啊。就是你看这个吐槽大会被我俩已经搅和成什么样了。对，我觉得最终这个颁名次的有可能是洪涛老师说出来啊。所有人全唱歌了，都没劲了，都玩过了。这总决赛了，正经演一次，好不好？咱俩今天就这一次，我们两个绝对不唱歌。我发现刚才就是所有人都很嗨，都燥起来了，是吧？对。但是唯独丁太升老师他在那儿，哎，看，啊，纹丝不动。纹丝不动，人家是专业乐评毒舌啊，想让他动起来，只能用一种音乐。哎，道人怎么拿筐啊？哎，你拿个橘子干嘛呀？哎，毒舌动起来啊！太升毒舌舞。没有瑕疵，停不下来呀、啊！停不下来，你听爸爸的歌啊！哟，穿我的新衣，我的新衣，空洞，无聊，造作，僵硬，麒麟被抛弃。没有了，有我。就感觉杨和杨老师笑那么开心，就仿佛已然忘记了今天就压根没有请来郭麒麟坐在了助演。对，你忘了前两天你给郭麒麟打电话，我听说人家是怎么拒绝他的吗？我听说阎鹤祥老师还特意为郭麒麟写了首歌，叫做麒麟去哪儿。麒麟，你会唱小星星吗？不会呀，但我会接活呀。哎，我这儿正好有个活，你帮我当助演好不好？不去不去就不去，我太红了你根本请不起。你有跑调啊？我当然有跑调了啊。麒麟你快回来呀、啊，去哪儿了，麒麟？麒麟，你要去哪儿？缺德了，我怎么踹？我不去。麒麟，麒麟，你要去哪里呀？我能够去的地方可多啦。哦，真的吗？台西、综艺，全都不带你。我留在小虎当编剧。哎，贺强。那个破地方不能留啊，我还是会回来找你的，我唱首歌哄你开心好不好？你要唱歌啊。好啊。别气别气别生气，麒麟你又跑掉了。哦，来活了，我当然要跑掉了。啊，你跑掉了。啊，我是真可爱。欢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，你说我们能用这个形式成团继续为大家带来欢乐吗？但如果今天你不是投票第一名，怎么配得上跟我这个冠军一起玩啊？我懂了，李冕，谢谢你的提醒，从现在起我叫李伟。我知道
在这一季，有些人觉得我在瞎胡闹，但是我只想给大家带来最单纯的快乐。那么这种最单纯的快乐就像我们小的时候一起坐旋转木马一样，这是舞台剧你不懂。哎，大老师，咱俩都骑上了最心爱的琴，要不然唱一首齐秦的歌吧。太无聊了，要了命。想问飘你在哪里，请看看你的投票器，现在摁下去，马上摁下去，摁下去舒服就像在做足底。他没摁投票器，反正咱俩也不着急。摁呢？摁了吗？摁了吗？有人没摁吗？摁了，都摁了，都摁了，是不是？摁了，摁了。好，那咱们来吧。我就谢谢你，我就谢谢你，谢谢你。真长啊，专业歌手吗？你知道因为看我气息是啊，兄弟，我还能接唱，你听你听。哎呦，真长啊，兄弟啊，专业歌手真是不一样。现在好了。哎呀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唱半天干嘛呢？是不是我们最终啊只想跟大家说一句，我爱你。